家人们平安喜乐，今天是大年初二的早晨，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大家庭里欢聚在一起，敬拜我们全能的创造主。让我们一同的来开声，来诵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的站立，在这新春的佳节里，让我们以拱手的方式来彼此的祝贺大家2024新年新更新，说一声恭喜和新年，迎接平安新的一天，这家在门前贴春联，欢迎春来到人间，幼稚们想念回家园，赶快回来请团圆，大家围一个圆圆圈，数算年年祝恩典，新的一年，新的一年你我许心愿，期望新一年会是丰收年，每一个人都领康体检，天天笑容满面，大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祝爱同在到永远，一家人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安全，祝爱无尽又无边，新的一年许心愿，新的一年你我许心愿，期望新一年会是丰收年，每一个人都领康体检，天天笑容满面，大团圆大团圆，祝爱同在到永远，一家人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安全，祝爱无尽又无边，是的，祝福你，祝福你福安全，祝爱无尽又无边，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人开始，放下过去旧的外袍，穿上新的衣裳，祝你安眠源源不绝，进入更丰盛，这人如雨回应无障，荣耀却得胜，是的，过新年过新年过新年，家家户户庆团圆，祝福你今年好，福与恩同富贵到，心洋洋乐乎乎，祝福带到你身旁，在祝你的每一天，歌声更新你生命，更胜万年，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人开始，放下过去，放下过去旧的外袍，旧的外袍，穿上新的衣裳，祝你恩典源源不绝，进入更丰盛，责任如雨回应呼召，荣耀却得胜，是的，过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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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户户庆团圆，家家户户庆团圆，祝福你今年好，祝福你今年好，如意亨通，如意富贵到，喜洋洋乐乎乎，祝福带到你身旁，在祝你的每一天，歌声更新你生命，歌声万年，过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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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你经验好，如意很痛苦回到喜洋洋乐乎乎，祝福带到你身旁，在主里的每天的深更新你生命更深万年，在主里的每天的深更新你生命更深万年。哈利路亚，愿家人们在新的一年过一个得胜更新的丰盛年，请大家就坐。今天是大年初二，好，我们的 PPT 好像感觉也要放假哦，所以我们可能稍微等一等，那让我们的敬拜呢可以更加的顺畅哈。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为这个整个的新春崇拜的程序来祷告好不好？好，你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好，希望这个整个的 PPT 可以快快的恢复哈。影音部的同工们正在抢救着我们的这个 PPT 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敬拜团来为我们诵读三节的经文，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的，家人们，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反思，我们是否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我们容易受到环境、受到朋友的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可以站立的稳，也求圣灵提醒我们远离一切神不喜悦的事。这时候
我们花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接下来敬拜团会先带领大家来唱这首诗歌《永远不分离》。那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安静，继续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来祷告。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我要像一棵树，让我们一起的开声来敬拜我们的神。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是的，主，我们永不分离，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我们再来唱一遍，我要像一棵树，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彻听你，我是有福的。是的，我永远不分离与神，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彻听你，我是有福的，像一棵树，永不枯干。像一棵树，永不枯干，长在你里面。让我们同心的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造了独一无二的我们，又拣选我们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救赎了我们。感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路上的指引我们。主啊，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再一次的立志，要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无论白天或黑夜，都要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主你陶造我们，更新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更新我心，使我能像你。我心意，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主，你是陶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是泥土，磨我塑造我，磨我塑造我，使我的恳求，使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是的，使我更像你，使我能像你。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
求你用我的一生。中站立，耶稣，耶稣，求用我一生。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站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荣耀、全能、圣洁、和平的君王啊，今早年初二，我们依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成了何等人。我们原是可怒之子，是活在罪恶之中，是灭亡的。如今你却选召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又称我们为你的子民，有福分和众圣徒在你的国度里来荣耀你。这是何等的福分，使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父。阿爸父啊，今早我们站在你面前，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父啊，你知道我们不完全，父啊，你也知道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父，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念还在思念过去的最终之乐。父啊，这时候就恳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硬心，继续引导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能够散发出你的荣美。今早也恳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杂念，使愿你的仆人运儿牧师对我们的心说话，赐我们有能力遵守你的道，使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更能活出属于你国度子民的样式。我们的感恩、祈求、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唱《求主开我们眼睛》。求主开我眼睛，看见十架的异象，用主耶稣的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所在你心中，生命全属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读三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三处的经文读完。那第一处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请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接下来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也是一起读六章十九节，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读最后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请。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OK， 接着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诗班为我们呈现这一个恭喜新年。接下来我们就接着我们就会请我们的运恩牧师为我们证道。2024新年新更新，诗班请。有车主需要，请你移动你的车。新年新更新 ，Amen。2024年新年新更新，好不好？这时你向左边、右边的，你跟他你拱手，你说：2024新年新更新，2024新年新更新。是的，弟兄姐妹们，不论楼上楼下的，或是一些在线上的，进入新的一年，我在神面前很深的一个领受。就是刚刚主席带我们读过的经文，在罗马书
第十二章二节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后面在这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2024年也是美里福音堂我们信徒的装备年，更是我们领袖的倍增年。你没有发现，不论堂装备，不论堂倍增，若是我们的心没有被更新，哪怕不过是一个口号呀。当我们碰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碰到彼此就会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一个人会快乐，不至于不是因为你跟他说快乐他就快乐。一个人他会真的可以快乐，也不是因为现在是新年所以我们没有可以讲的，当然只能讲新年快乐。我跟你说，一个人可以快乐，因为他的心被更新。阿们。哪怕这个世界许多的环境或是你目前面对的生活仍然是有那么多的挑战，你说那我新年怎么快乐？新年不能说别的，只能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快乐啊！新年快乐，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当若我们的心仍然被许多这世上的事物所缠绕，甚至被世上的事情捆绑，哪怕我们知道新年要快乐，但你快乐不起来，好不好？你再次跟旁边的说。新年新更新，一二三，新年新更新，我们新年是新要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真的是进入新的一年，是你自己的恩惠平安随着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里面，主啊，早晨的主日的敬拜，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对我们说的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你自己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主，今天早晨年初二，我们仍然先放下我们世界或是我们各自家庭忙碌的事情，我们聚集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守主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谢谢你赐福于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今天继续的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早上呢，跟过去一般的崇拜稍微不一样一点啊。那我要往下按对吗？对不起，往下按。大家说说看，你们家有什么新年的习俗啊？这是我相信可能家人都坐在一起，对不对？那 你旁边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家庭，但是在我们莲堂，我们美里福音堂，我们都是属灵的家人，好不好？我给你们两分钟啊，给你们两分钟，你说说看，你们家有哪一些新年的习俗？我简单说一个，例如我们家哈，我们家年初一早上一定要吃长寿面啊，这是我们家的习俗。来，开始，我们彼此说说，小朋友也在旁边嘛啊。来说说你们家有什么新年的习俗了？你可以说说你是什么籍贯啊？我是虎九人啊，虎九人年初一吃寿面。来，你们说说看啊，给你们一点时间说说看。那接着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来学习早上的话语。新年对你们来说有哪一些的习俗？你是什么籍贯？会有什么习俗？是你新年一定要做的事。大家都在说，你发现广东人有广东人的过年的习俗，客家人有客家人的过年的习俗，福州人有福州人的过年的习俗，客家、福建、海南、兴化，你发现不同的籍贯，它有着一些新年必做或是静坐的事哦。
那你知道谈到习俗，我们又称它为风俗，它指的是什么呢？我去谷歌我们熟悉的谷歌去找一找呢，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他说所谓的习俗或是风俗，指的就是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这些的礼节， right？ 但它美里或是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华人哪怕东马西马，你发现习俗都不太一样哦，习俗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些的礼节、习惯以及禁忌等的总和，它称为习俗或是风俗。那民间的风俗又称为民间的习俗。那你知道习俗包容万有，哎，你的衣食住行可以因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区域社会文化，它就是衣食住行都可以有不一样哦，呀。还有呢，娱乐、社交、恋爱、婚嫁、生育，然后这些的丧葬、宗教，然后这个碎石及艺术等，你发现习俗包容万有，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这些的习惯，你发现都有不同的这些的礼节、习惯，甚至有一些的禁忌哦。你发现婚丧喜庆也一样。胡九人有胡九人的一套，客家人有客家人的一套。你发现胡九人要娶广东人，或者客家人要娶福建人，哎呦，有好多细节你要注意。你发现这就所谓的民间的风俗，或是所谓的这些民间的习俗，怎么穿、怎么吃、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很讲究。那我要问的是，过年的习俗或是禁忌，你发现你一找，哇，整个列表都出来了，整个列表都出来了。红色的字你发现是习俗你必须要做的，大部分黑色的字是请你注意千万不要做禁忌。哎呦，怎么华人马江马江呢？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来约束我们呢？说穿了这些事情去问你，甚至问你的父母，他们也说不要问那么多，长辈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有一种宁可信其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我们华人过年的习俗或是一些的禁忌。你昨天扫地了吗？哎呦，怎么可以扫地？那我跟你说，我昨天扫了，我就爱干净。过年期间不可以洗头哎，不可以洗衣服哎，怪不得要买那么多新衣哦。年初一件，年初二一件，年初三，对不对？你们家是这个样子吗？今天年初二，年初二才可以回娘家。你昨天回娘家了没？我昨天跟师母回去了。哎呀，不可以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除夕夜你们有守夜了吗？甚至他说除夕夜不可以关灯哦，啊，灯都不可以关哦。我跟你说，我们十一点半呼呼大睡了，当然外面十二点放得很大声，有起来看一下，叫小朋友，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啊，不像我那个年代的小朋友，特别期待等到十二点放烟花，对不对？我跟你说，现在小朋友啊，见怪不怪了。哎呀，每一天都有人放，干嘛要那个时间起来呢？啊，你看，哎，我们的习俗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你去网络一找哈，网友啊热议十大过年禁忌，哎呦。有十个排行榜啊，是不可以做的事哦。你像第一就是什么？过年最忌讳的就是扫地啊。为什么？他说会把你所有的财富给扫掉嘛。还有呢？还有第二是什么呢？他说早上哦，过年期间千万不要洗衣服了，不要洗，还有什么？不要洗头啊。还有第三什么禁忌啊？千万不要提早回娘家。你看下面有一个 hashtag， hashtag 就是为什么，他告诉你，
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提早回娘家？如果已经出嫁的女儿，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会把这个衰啊带回家啊。哎呦，是这样吗？还有呢，不可以熄灯嘛，刚刚讲了。还有呢，父母哈，特别在这个过年期间哦，不可以打骂小孩，不可以的啊。这时候小朋友很开心哈，咦，早上牧师讲过年不可以骂我。还有呢，不可以随便把那个碗筷，然后很注意不要打破它，就怕你就破运了。还有过年不要吃稀饭，马来西亚鲅鱼糕，为什么？你吃稀饭啊，你就一年就稀稀落落啊，饱饱了。哦，你看到没有？还有呢，这个哈、哦，最好过年期间怎么样？不要睡午觉。哎呦，我昨天真的太累睡了，怎么办？他说，那你就会懒惰一辈子，你就睡了，你就会很懒这一年，是这样子吗？哎呀，给红包不可以给单数，要给双数。还有呢，哦，人家睡觉你不要去催他起床，为什么？不然他那一整年哦，你都要催他起床了。你发现这是网络，竟然还有这十大的过年禁忌的排行榜。如果你继续往下看，哎呦，新春也有必做的事，必做的事，例如什么呢？第一，一起来读一二三，团圆年夜饭，哎，这个必做 ，yes， 我们都做吧。第二是什么？开心，然后呢，领红包，哎呀，这我们必做，有红包当然要拿咯。第三是什么呢？新年嘛，定个新的希望，新的目标，阿门 ，yes， 我们一定要做。第四，大扫除，有没有大扫除？哎呀，不用了，累死了。有没有大扫除？不论你自己做，还是你请嘎嘎来做，你总也得大扫除。你发现有没有？新春必做。还有第五是什么？大家最喜欢的。现在最喜欢的反而是在Lazada、Shopee， 哎呀，狂购物，对不对？哦哟，看可以买哪一件新衣服，我、哦、看今年可以买哪一些好吃的，哎呀，旧的东西要除掉了，买一些新的东西。第六是什么？哎呦，这里说什么？要去拜拜，求好运。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一样，我们没有因为过年，我们就不来敬拜，我们仍然来到神的面前，像早上我们一起的来敬拜，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再说一件事情，2024年五大放太岁生肖，哎呦，我不懂你是哪个生肖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我过去也搞不太清楚，但是每次听这个电台哈，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台，中文电台。哦，在过年期间，今年是什么年？哦，他就会告诉你，今年这个年你要注意有什么放太岁，什么生肖你要特别注意。哦，你看到没有？啊、哦，这样的一个列表就出来了。哦，然后今年呢，他说有五个放太岁啊，怎么办呢？哎，你知道电台，马来西亚的电台一般是不可以有宗教色彩的，呀？哦，马来西亚电台是不可以有宗教色彩的，你不可以在电台上面去宣导一些宗教的理念哦。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些不同的节庆，或是来到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会来告诉你哦，这些生肖的事情呐、啊，放太岁的事情。你问他，哎，电台不是不可以有这些宗教的东西？他会告诉你，没有啊，这个不是宗教，这是中华文化呀。他会告诉你这是中华文化，我不是跟你谈宗教，我不是跟你谈信仰，我跟你谈中华文化。哎呦，你知道哪几个？哎呀，我属兔哎，那今年犯太岁哦。哎呦，龙啊，狗啊，牛啊，哎呀，你就很紧张了。我跟你说哈，哪怕我自己是个牧师，是个基督徒了。我们都说，哎呀，我们不关这些事，哎呀，这个不关我的事。我跟你说，你开车的时候听电台的时候，有没有电台都有师父讲的时候啊，你会特别开大一点。哎，你不是基督徒了吗？你干嘛还要去注意呢？哎呀，你知道我们人里面都有一种宁可信其有。哎呀，天哪，天哪，天哪，看哪公的名。哎，哎呦，兔子，哎呦，兔子今年要注意哦，你可能会有小人害你哦。哎呦，那怎么办啊？你看到没有？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仍然在你的里面有许多根深蒂固的这个社区文化、华人，你的籍贯带给你不懂哪里来的一些的东西，已经驻扎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在新年期间，那基督徒我们怎么看？
基督徒的农历新年有什么习俗？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基督徒有什么禁忌吗？或更要问的是，基督徒其实能否容神一人啦 ？Amen。基督徒能否容神一人？你知道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贴切。他说，基督徒华人与非基督徒华人一起读黄色的是信仰不同，但是怎么样？文化相同。呀、yeah. ，我不会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就不是腐朽人了，然后腐朽人的一些的长寿面我就不吃了。No。是信仰不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了，但你发现我们都是华人，我们有着同样的文化，文化相同。你知道基督徒华人同样要大扫除，基督徒华人同样要过这个除夕吃团圆饭，基督徒华人同样会分派红包，我们同样会张贴这个春联，我们同样年初一，今年比较特别哈，不然年初一我们一定一大早就来到了教会敬拜上帝，今年刚好碰到初二是崇拜，但我们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接着家家户户我们去拜年，甚至没有禁忌的会参加一些丧礼呀。我们做牧师的常常在过年过节仍然会有丧礼的事情要临到，然后你说哎呀，催催催，哎呀这个过年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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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是这样子，甚至对基督徒而言，有一些家庭甚至在过年的期间他们前往墓地，他们是追思亲先人 Amen。 他不用等到扫墓那一天清明节，没有，他在这一天让家人特别基督徒都一起围绕在基督徒的先祖的面前，一起在墓园那里家庭礼拜 Amen。 没有禁忌的。我们再看，你知道许多人对基督徒存有一种的迷失，误以为相信上帝以后啊，我们就抛弃了文化跟传承，我们就只剩下什么圣诞节 ？No， 其实不然，基督徒更重视文化交流与亲友团拜时光。Amen。早上牧师特别穿这一套哈、啊，你想想牧师啊，对不对？啊，牧师就穿牧师衣啊，你穿的这个干嘛？我就是要告诉你，中华文化仍然在成为牧师之后，仍然是我在生命当中需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文，这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不仅重视它，而且在文化的当中，我们可以与更多甚至还不信福音的人跟他们交流。阿门。因此，早上的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讲的是什么？牧师啊，经文说不要效法世界哦。你还这样穿、哦、我差一点没有穿龙的哈，如果再穿一条龙的来了，我怕你会跌倒啊哥。牧师啊，你干嘛哦？那条龙哦是启示录里面那条古蛇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现在弟兄姊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句话的接着后面说的，只要心意更新也变化，在讲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心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 ，Amen。在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经文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世界也都在变呢、啊，不是吗？牧师，世界都在变哦，不是我们要不要效法？世界是这么走的，所以今天是手机时代，人人手上有一机。二十年前可能不见的，只有部分的人可能他有那种水壶的那种大哥大。那今天的人手一机，你说我不要效法世界怎么样呢 ？No， 在讲的是一种心意更新。这是像任何的事情，我们也都相信都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是管家，阿门。但是重要的是你的心意能够更新。2024年。新年新更新，我们再说一次，一二三，2024年新年新更新，让我们的心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查验何谓是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说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声的说，一二三，以基督的心为心。2024年。新年新更新，2024年，我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因此在过年期间，你说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禁忌？我跟你说，其实这几件事也不光是基督徒的事情而已。例如，我们拒绝赌博，我们拒绝烟，我们拒绝醉酒不良的文化。Amen。这也不见得是基督徒才要去注意的。Yes，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文化是一个不良的风气。所以我们国家也非常不断的努力的宣导，我们尽可能成为一个无烟、不抽烟的国家。Yes， 所以这个事情在说的是，很多人在过年期间，哪怕就是小赌一点，请你要注意了。你说没有啊？那叫过年就是大家一起能够喜欢的啊。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陪伴跟引导教导，很可能这个习惯就从这里养成了。当然后面跟说了，拒绝这个祭拜鬼神，然后呢还有这些祖先的祭拜，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这么做了。因为在世界的里面说，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 Amen。 那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而且对一般人而言我们都是如此。我们拒绝这些赌啦、烟啦、酒啦这些不良的文化。你发现这边我做一个整理，一起来读黄色的字，一二三，基督徒有自由拒绝和不做这些事。 Amen。 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拒绝和不做这些事。我记得过去在中学时期，每到过年一定会有同学的家，包括他们的父母都会开台，把胶开台，知道吗？就开台啦，然后呢大家就很开心嘛。然后呢每次我一来，他们说哦，神父来喽，啊，他们会叫我神父哦，神父来喽。那有一些他们有禁忌哦，他们会觉得我不要太靠近他，因为呢神父来靠近他，他的这个今天赌一把的运哈会被我扫掉。我那时不知道，我看到我同学很自然就会说，哎，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有一些同学不太爱在那个时候跟我握手，甚至我很自然过去还拍拍他肩膀。他既然的动作是，我说糟糕，怎么了？他们都不想讲话，其他人就瞪着我，就是你也差不多一点呢，你差不多你干呢啊。我就奇怪，过年嘛跟你祝贺有什么错呢？哎呦，你发现好多人有一些不懂哪里来的禁忌。但基督徒有自由拒绝和不做这些事。阿们。我非常感谢他们，那个时候就叫我神父，以至于我就是想参与的机会有没有也没有哈，因为神父不可以碰。那我感谢主了。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禁忌，什么叫做禁忌。你知道禁忌所谓的就是你不能不也不能要。一起跟我说一次，禁忌是什么？你不能不也不能要。什么叫做你不能不也不能要？从这边来看的话，一起读以下的字，你没有的选择，你只能怎么样？照着做，这叫禁忌。你没有自由，年初一不可以扫地，就是不可以扫地，不要问那么多。你不能不，你也不能要，因为你没有的选择，你只能照着做，这叫禁忌。 Yes Yes，这个叫禁忌。那你知道禁忌的整个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吗？禁忌整个的背后是这件事，大声的一起说，禁忌的背后因为怕。刚刚你看到的十大排行榜，第一不可在过年期间扫地，第二不可洗头洗衣服，这个除夕夜不能够熄灯，这个不能提早回娘家，下面都有一个 hashtag， 然后呢那个就是怕破财，怕霉运会来，怕有许多不祥的事可能会找上你，怕以至于宁可信其有。怕禁忌，你不能不也不能要，你没有自由，这叫禁忌。相反呢，什么是自由？我们大声的说，一二三，你能不也能要。大声说，一二三，你能不也能要，因为你可以选择，你有自由做或不做。阿们。大声的说，一二三，我有自由做或
不做，这是自由。Totally different， 跟刚前面的禁忌，你能不，你也能要，因为我们知道自由的背后是什么。大声的说，一二三，自由的背后是因为爱。我听到小朋友说爱 ，Yes， 因为爱，因为爱，你能不，你也能要，因为你有自由不这么做，你有自由这么做。这是我们的自由，因为爱，不是因为怕。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在爱中没有惧怕。人至于惧怕，因为生命中仍然没有主的爱。主的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人。给大家来看，接着几个我做的整理。这里说有自由怎么样？大声的说，不挥霍浪费，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怎么样？一二三，要努力赚取，十一奉献，阿们。我们看到这是我们金钱的管理，这是基督徒你我。我们知道我们是金星的门徒，我们是金钱的管家。我们有自由不？我们有自由要。我们不挥霍浪费，我们要努力赚取，十一的奉献。继续的，请姐妹来读第三，弟兄来读第四啊。姐妹来，一二三，有自由。哎呀，有没有自由啊？有。哎呀，牧师，过年呗，对不对？我有几个欧巴一定要追的。哎呦，上班时间很忙，难得过年嘛，对不对？你就让我追一下韩剧呗。No， 我们有自由不熬夜，你可以追剧，不需要熬夜呀。Yeah？ 然后呢，弟兄来读第四，一二三，有自由要规划时间，然后呢，装备充实自己，看到没有？要，这是什么？时间的管理。我们继续来读第五姐妹，一二三，有自由不暴饮暴食哈，有自由不暴饮不暴食，劳劳乱吃。我们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在过年期间，我们懂得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是过年嘛，难得嘛，吃一点。但是你知道，就是吃一点，对不对？第六，弟兄来读，一二三，有自由要享受美食，吃的健康，阿们吗？这是我们饮食的管理。我们再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一起的来读，一二三，有自由不随便发脾气，然后呢，我们有自由要平安喜乐，彼此宽容，彼此相爱，这是我们情绪的管理。阿们。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从这边做了一个整理。基督徒会自爱，基督徒会节制，基督徒会做好管家。因为我们知道新年新更新了，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什么。你发现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如此的发现。什么叫禁忌？禁忌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我意思，他只能对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什么叫自由？反过来，要不要不要不 ？Why not？ 要不，你有自由。禁忌是不要不要，不要问太多，不要就是不要。但是自由是什么？要不要不要不，你可以选择。阿门。你要不要还是要要不？没有抓到我的意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禁忌因为怕没有自由，自由在基督里已经得释放，我们不再有捆绑。我现在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徒会自爱节制做好管家。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大声的来读，一二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后面一起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保罗对我们基督徒说的，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确实有自由做或不做。但是在我们有自由做与不做的里面，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凡事都可行，看到没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后面说，但不都有益处。你要顾虑做这个事，你可以做，你没有禁忌，但是你做这个事有没有益处 ？Yes， 同样的方式都可行。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你都做，但不都造就人。
这边两次的给我们提醒，后面更说无论何人，不论你是什么籍贯的人，不论你是什么肤色的人，不论你是什么年龄的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阿们。同样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两次，这边再说了一次。保罗说什么？一起来读一二三。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注意了，但无论哪一件，大声的说，我总不受他的辖制。Yes， 这是自由。同时，我们没有禁忌。凡事都可行，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问题就在于它有没有益处。那同时他也说，不论哪一件呢、啊？保罗那个时候面对的就是可不可以吃那些祭偶像的食物，祭过偶像的你还可以吃吗？保罗说为什么不可以吃？但是我不吃的原因是不要让一些人跌倒，所以我不吃。所以不在于那个食物拜了神之后里面有什么麻将麻将吃了，你等一下还靠北哦，不在那个，不是。我没有禁忌，我可以吃，包括犹太人那些肮脏的食物，神也向彼得两个布垂下来给他看到，宰来吃了。哎呦，我不可以哦，犹太人怎么可以碰 ？No， 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吃，凡事都可做。当我们做这个事，我们要注意它是否能造就人，它是否能带来益处。益处不仅是你自己益处。要顾到别人的益处，但同时也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绑手绑脚。啊，哎呦，基督徒啊，不可以哦！哎呦，基督徒啊，不可以啊！基督徒不可以 ，no， 基督徒凡事都可以。阿门！大声的说，一二三，基督徒我凡事都可以，但是我不这么做，不那么做，是我的自由。那个自由是因为圣经给我的方向，什么方向？不都有益处啊？不都造就人啊？可以不可以做？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但不都造就。但不见得能够给别人益处。同时保罗也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是不受辖制的啦，阿们。就有很多的少年人会问，哎呀牧师，那我要问你了，哦，我是美中的，哎呀我是联中的，我是培明的，哎呀这个过年期间要咚哒咚咚哒咚咚，有没有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哎呀我是基督徒啊牧师，哎呦我是基督徒啊，你怎么办啊牧师，你知道吗？哎呀那个狮头啊，他会去庙那边拜拜拜了，哎呀干嘛干嘛干嘛，牧师啊，那我还可以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基督徒怕什么？你怕什么？他说没有啊，不是基督徒不可以。我说 no， 但是我们有自由做跟不做，我们不是说那个东西会给你什么，这降头啦，这个属灵会冲到啦，哎呦，因为犯太岁，我是基督徒哈，啊，我基督徒，我是属这个兔子，对不对？我是属兔哈，啊，今年是龙年哈，哎呀，你就这么做哈，哎，就会跟基督徒侵略，哎，侵略啊，是这样吗 ？No 啦，基督徒是自由的，有什么东西会跟你侵略？会吗？不是 ，Amen。凡事都可行，当你做这件事情，你有自由，你要跟不要，不是因为背后哎群啊没群啊，不是啦，阿门。但我选择不这么做，因为在我的环境，我这么做会让人跌倒，我不做。不是我可以不可以拿，我可以。你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以，那你拿石头，我可以拿石头。那拿去庙那边拜，我可以 ，yes。但我选择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是属神的。Amen， 是这个原则。但牧师怎么办呢？老师就是要我做，除非你有机会，你有一些基督徒老师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坐下来，我们一起查经。Amen，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里哈，十个人里面有七个是基督徒，有三个不是，就告诉他们。舞狮这个事情也是学校的一个活动，很棒的活动 ，yes， 哇，能够到处去这个募款，很好。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不去做任何的祭拜 ？Yes， understand？ Yes。然后我们有机会跟他们查经，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平平安安，咚哒咚咚哒咚咚哒咚咚 ，That's okay。You go ahead， 然后你把祝福带到人家家里面，噔噔噔噔，然后给他春联平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阿门。Hello， 阿门。基督徒凡事都可行，我们做与不做是神给了你我的自由，
我们不再有这些的禁忌，但不代表不没有禁忌我们就乱乱来了。没有，的确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说了，我是不受任何辖制的，但是我做这件事我要去明白他是否有益处，那个益处不仅对我有益处，他对其他人有没有益处。我们继续往下看。因此大声地说，一二三，基督徒没有禁忌，因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人，我们有自由做所当做的，我们有自由做所不当做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或不做，我要是能，大声地说，我要是能容神一人，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精心门徒，我们刻意的养成。大声地说，一二三，刻意的养成，这是我的养成。容神一人是我生命的养成，我怎么样可以有这么样的养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愿意被更新。2024年新的一年的里面，神把这句话告诉我，早上也告诉大家，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知道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它不是一次，它是 non-stop 不停的 present continuous 现在不断的进行，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更新就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这是我们刻意的养成 intentional 刻意的养成，以至于你的心不再被这世界的价值，不再被这世界的潮流文化所影响，反倒你可以在这个潮流文化的里面，你仍然能够站得住脚，然后把神的福音广传。阿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也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并且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不是只是为了你，你要知道你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是基督耶稣在你里面。你做这件事，你要去询问神，这是你的养成，这是你的敏感。有的人不够敏感，因为你还没有这种的养成。我们是一种属灵敏锐的养成，以至于你知道这个事情，你马上可以 thanks。不对，这么做不讨神的喜悦。我可以做，但是我不做。那个事情我要做，虽然我不想做，但是主啊，你要我去做，好，我顺服你，我去做。看到没有？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从神而来，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要能在身子上来荣耀我们的神。新年新更新，我用耶稣基督成长的生命榜样，也成为我们新一年生命的榜样。阿们。当我们说我们新年新更新的时候，当我们心不愿意不断更新的时候，在哪一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二三，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基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愿意不断在神的面前，他的心被圣灵更新的人。阿们。以至于他在智慧，他的声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是爱神的心，爱人的心，都一起的增长，很平衡的成长。智慧，智慧，声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我们可以不断的被更新。我用四个字来整合这个部分，就是你的肢体灵群。大声的说，一二三，肢体灵群。你的智慧就是你的肢，你发现这个肢不仅知识的肢，知道的肢，这个肢是在什么上面？一个日头上面。你知道日头上面在讲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知识不只为了自己的益处，让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装备、我们所有的 knowing is about him， 是因为他日头之上，以至于我们的知识可以有他的智慧。阿们。智慧从你的 oida 到你的 ginosko， 我们活出来的是我们懂得分辨，
不仅只有脑袋有很多的知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不缺知识的时代。只要你稍微上谷歌，你稍微到 YouTube， 你稍微上 TikTok， 你稍微上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媒体，你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知识，你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肢体在讲的是你的身体，身量就是你的身体怎么样在新的一年里面因为心更新而变化，我愿意在身体上荣耀神。灵就是神，灵你与他的关系，与神亲密的关系，直接也影响我们群人与人的关系。这里说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所以最后我真的要说，好不好，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新年新更新，我们愿意在肢体灵群的事上让人看到你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阿们。知你的思维啦，你的格局啦，好不好，你的思维格局决定你的人生高度。哎，一起读这句话，一二三，你的思维格局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Amen。 进入新的一年，我自己也向神说，神啊，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愿意在心意更新的事上不断的让你来陶教，让你来更新。神就让我看到一个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他在知，他在思维，他的格局是愿意不断的被神来更新，他的思维，他的格局愿意不断的被神来突破。阿们。好不好，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你做事过去可能都有一种习惯，哎呀，我就是这样啦，我做事一定有我自己的 SOP 啦，好不好，新的一年甚至你说，主啊，我把这些都交给你，若是可以，你更新我，你破掉我的格局。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主，你帮助我新的一年，我们不仅只是例行公事的在过我们的生活 ，no， 我们反倒说，主，你更新我的生命，从我的知，从我的智慧开始，敬畏你的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从这边我整理这八个字，大声的来读，一二三，思维更新，提升格局。新年新更新，我们思维更新，提升格局。提，不暴饮暴食啦，不乱吃啦。这是我妈妈常跟我讲的，我妈哈，你知道我大概38岁就已经开始要吃胆固醇的药了。哎呀，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 history。哎呦，看过去你瘦瘦的，怎么会有油哦？外面瘦，里面的油不少啊。经文告诉我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在以弗所书，保罗更说，保养顾惜啊，为的是要荣耀神。阿们。在婚姻的里面，这句话保养顾惜是在夫妻里面谈到的。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一样，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的智慧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我们愿意不断的保养顾惜。在婚姻的里面，为了你的先生，为了你的太太，你要保养顾惜。阿们。你要彼此的保养顾惜。有没有夫妻在一起的，你跟他说保养顾惜啊，保养顾惜啊。太太如果有要求，买一点 supplement 买给他，那个要投资的。为什么？因为在保养顾惜，你要做管家嘛，对不对？有一些姐妹需要的化妆品，需要一些的护肤品，需要一些的面膜，有没有啊，师母，我买给你，对不对？要投资的，保养顾惜。 Amen。 因为身体是神的殿，为的是可以荣耀神，还可以益人。在婚姻的里面，益你的太太，益你的先生。 Amen。 所以这边我整理这八个字，一起来读，一二三，体魄更新，保养顾惜，吃的健康，定期的做身体的检查，这是你我看重这个身体的责任。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你的，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最后两个在讲的是关系，灵还有你的群，怎么样可以新年新更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灵啊，你的灵命要不断的被更新。灵命更新最在意的就是与神亲密。阿们。
灵意的更新，灵命的更新，还不在于你可以在上了多少神学的课，还不在于你上了多少这些神学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很重要，是，但这些事情也没有帮助你跟神的关系更亲密，阿们。这个事情也没有使你跟神的关系能够更牢靠，好不好？新的一年，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渴望我的生命在这一年比去年可以与你更亲密。”灵命的更新，最在乎的就是与神的亲密。阿妹，不在乎你拿了多少的侍奉，很重要，不要说那不重要。不在乎你可以带多少的人信耶稣，很重要，我们要做。但你自己跟神的灵命的更新，更在乎的是你多少时间安静跟他在一起。阿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就是你与神亲密的那个 moment。 群关系的更新，关系的更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早上给你看另外这四个字：彼此宽容。我们就好像一个 USB 电脑的 USB， 你可能有一 G， 你可能有十 G，你可能有50G， 你可能有100G， 你知道吗？你的 USB 有几 G， 它就只能容多少 G 的东西。 Amen， 请告诉我你的生命有几 G。 你的生命若只有一 G， 你当然只能容一 G 的东西。 Yes， 什么叫彼此宽容？你要容以先，你必须够宽。如果你就这么宽，你就只能容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的生命可以这么宽，你就可以容这么样的东西。如果你的生命可以这么宽，你可以容这么多的东西。但如果你的生命只有这么宽，你要怎么样可以容下更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因为你只有这么宽。好不好？关系，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父母、夫妻。2024年新年新更新，好不好？你的关系在群体的里面，你开始不断的学习宽。来，你的手拿起来哈，你的手先这样哈。你说我愿意把生命交在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的生命愿意这么宽。看你停在哪里哈，哦，只有这样哈，这样就这样喽。我呢，我要效法十字架。你要耶稣十字架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耶稣十字架的榜样是。阿们，好不好？你今天回家，等一下回去，你跟你的家人，你说爸爸妈妈、太太、先生、小孩，2024年，我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我的生命与神亲密，我与人我可以学习宽。你有这么宽，你就可以容，好不好？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祷告。我这边给大家四个 talk， 四个 T， 这四个 T 来帮助我们来做回应。四个 talk 在关系的里面，第一个 T 是什么呢？ Talk to God， 就是你的祷告的生命。第二个是 Let God talk to you， 就是你的读经、你的灵修、你的安静。阿门。第三个 T， Talk to each other believer。团契，常常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交流，跟你的家人彼此的交流，肢体灵群。第四个 T， talk to the non-believer， 去告诉那些未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是谁。阿门。第一个 T 是什么？一起来说 ，talk to God。第二个 T，let God talk to you。第三个 T，talk to each other believer。第四个 T。Talk to the non-believer. Amen. Amen. 当事情带着我们来弹这首《全新的你》，我真的要这么样的宣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第二章九节说，对不起哈，可能要回去要掉。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后面一起大声来，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要这段话说什么？大声的来读一二三。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后面说什么？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些人。在过年期间，我不知道你，特别是基督徒，这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做的，好不好？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都是全职在教会牧养去退休，但我们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在除夕夜我们一定会做家庭礼拜，好不好？你把它拍起来，这事情你回去你带你的家人一起的来做。所以是今天你今年初二，如果你已经做了，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今天年初二，你仍然有机会跟家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的还没有出去工作前，好不好？你就主动的跟家人说，哎，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做个礼拜，唱一首诗歌，读一段的经文，彼此来说一些感恩的话，彼此的代求，然后后面呢，可以请家里面的长辈，或是家里面的任何的一位基督徒，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可以吗？把它拍起来了没有？新年新更新，让我们的肢体灵群在这年里面，我们愿意从我们敬畏神开始，阿门。跟旁边的说，新年新更新。肢体灵群一起增长，一二三，肢体灵群一起增长。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哦，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是你力量根基。耶稣能够起唱，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奉献以前，我想大家一起的来一个回应。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能够更新你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能够让你的心被更新，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的变化。在新的人的里面，你在你的肢体灵群就效法耶稣基督，智慧、声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的增长，阿们。如果你的家人住在你的旁边，你就牵着他的手，你渴望一家的人能够一起在肢体灵群的事上来荣耀神。主啊，新的一年更新我的心，新的一年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好不好？与家人在一起，我叫早上小孩都跟我们一起敬拜，让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被改变，一起来唱。你所迎接代表你的心情，大声的来，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阿门。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哦，主啊，你来改变我。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
沉浸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在你是你力量更新。双手，我带大家来做个祷告。天父，真的要说，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何等渴望，我们也许愿，这一年我的生命又不再一样。主，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从我们的心开始。因此，主，我宣告，2024年，新年新更新，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不再跟随这个世界的脚步。我们虽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我们却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查验何为神你所喜悦的旨意。早上这里，不论从年长到年幼的，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连坛的家人，我们过年期间，我们从外地回到我们当中，主，我们都说，我们愿我们的家人在这一年里面，在肢体灵群的事上，因为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肢体灵群一起的增长。我们重视与你亲密的关系，我们与人可以学习彼此的宽容。谢谢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在这一年的里面，主啊，我可以容神一人，容神一人。哈利路亚，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着我们请招待同工来收早上的奉献，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个诗歌唱过几遍。收早上的奉献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个事情，早上的奉献全权会给我们美里福音堂，我们所支持的两个人幼稚园，嘉义幼稚园，一个是都九嘉义幼稚园，一个是珠巴的这个嘉义幼稚园啊。所以我们早上的奉献全权我们会归给我们的嘉义幼稚园，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收奉献全新的你。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沉浸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是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
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请挥动体力，耶稣能够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继续有这样敬拜你的时间。主，你也透过主你自己的仆人婴儿牧师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信息。主，我们深信主你带领我们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主，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领受的心，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够愿意的来学习。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早上我们的奉献来带到主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福音堂有这样的一个意向，透过这个佳音幼稚园来带领梅里市区，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接触更多的这一些的外面的这些的小孩子、小朋友们，以至于主他们能够在这个佳音幼稚园里面，让我们能够透过老师们的这些的带领，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主你自己，也透过教育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在各方面的成长。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这一切的我们所献上的，都完全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如此的感恩，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接下来是会那个家事报告的时间。OK， 今天我们是年初二，那我们就恭祝大家新年蒙恩，福杯满溢。那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的新朋友，我们在教会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你们出席今天的聚会。那当我念到你们名字的时候请你们不客气的站立，让我们呢可以来欢迎你。第一位是沈清，这个是全吗？何家是那个吴峰传道的舅舅哈，我们请。我们欢迎你，请坐。第二位我们是这一个蒋中央和家中义的家人哈，我们欢迎你。第三呢是这一个子天的女儿哈，吴丽芬，我们欢迎你。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这一个，我们今天是有这一个北沙基督教青年峰会的这一个报道，我们请运儿牧师哈做这一项的报告。我们如果可以看一下 PPT， 那北沙基督青会在今年的四月，就是 Hari Raya 的时候，四月十号到十二号。特别针对18岁到40岁的美里的青年，18到40岁的青年哈，那今年的题目叫做 YYDS 啊，扭转摆浪。我们非常感恩这次能够接洽到我们刘子俊牧师，刘子俊牧师是台北复兴堂的主任牧师。那他去年跟他接洽的时候，他很乐意来到我们当中，来到美里啊。原本他去年跟着天运，你知道哈，天运里面要分享信息的是他，结果明都鲁美里这一仗他就回去了，所以我就跟他接洽，我说哎，你要还是要来到美里？他说可以，那我就纯来到美里来祝福你们。我说好，那我们就来办一个北沙
基督教的青年峰会，所以这边特别的来鼓励，已经开始公开的给所有的这些的青年人，18到40岁啊，你们都可以来踊跃积极的报名啊。我们有早鸟的报名，还有晚鸟的，那我们都鼓励你啊。地点会在这个啊卫理这个美里的怀恩堂，所以这件事情在这边特别的来啊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鼓励啊所有18到40岁的青年，你们可以开始积极的报名，谢谢。主席，接下来是一个关于这个羽球赛的这个消息哈。这个我们的在这个今年的6月16到17日呢，会有一场的这个美里福音堂的羽球赛哈。我们请这些所谓的羽球高手哈，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联络我们堂会的负责人，就是斐文弟兄。那么他的电话可以在这个 PPT 上面，大家可以拍照哈。然后截止日期呢是3月17号。有视频吗？我们看一段视频。OK，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少儿诗班的这个报告。那少儿诗班呢，一样的哈，这个有兴趣报名的呢，可以参加。报名参加呢，可以联络这个黄薇薇老师哈。欢迎17到18岁的少儿参加。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开课的时间是3月16日，团费为马币50哈。接下来是这个关于这个今天的我们的莲堂的家事报告。那今天是大年初二，所以主日学呢就暂停一次，还有这一个本周二的这个晚祷会呢也会暂停一次。那接下来是一周各团契的小团契和小组的聚会，大家各自留意哈。接下来是这一个年初九呢，18日呢，我们有这一个团契小组主日学的新春探访，所以请家长们催促，也请老师们给予安排。接下来是关于这一个招募师班员，那招募师班员呢也是一样哈，凡有兴趣的可以联络我们的师班的负责人黄小军姐妹或者是陈毅姐妹哈。那最后一项，我们这是每周的这个弟兄的生日，弟兄姐妹的生日哈。如果大家有认识的，可以给他们的祝贺，祝他们生日蒙恩，新年快乐哈。我本会教会也在此祝他们生日快乐。那我们报告到此，我们一起来唱这一个李泌诗歌《慕主恩年》。希望新的人开始，放下过去旧的外袍，穿上新的衣裳。主的恩典源源不绝，进入更丰盛，得人如雨，回应不早，就要却能生。生命
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让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你可以摊开你的双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早上在你面前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会中我们可以请坐，接着平安上会，好不好？上会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向前后弟兄姊妹还在年初二，我们彼此的来拜年，彼此的来祝贺。我们学着说这句话：新年新更新，平安上会。